你会慢慢尝的，慢慢尝的时候你吃东西啊，他妈的，那个东西都弄到你面前，好恶心，他妈的。想翻一下。我一提到这么阴影的房间，我最近想便宜。因为二月跟三月 SBA 考试。因为二月三月 SBA 考试，然后过后三月再加上买了刮痧，所以啊，二月跟三月的房间便宜，到现在都还大把房子。啊，那个车要空气了，那个车的气很够力哦。要看佩音过年没有回来的吗？啊，比如过后他看他几次他有上，他几次上气，然后过后他几次他有回来啊，他上气啊，那一段时间他没有回来，那一段时间呢、啊，才他的车马就分去来借他的感觉了。去年六月、六七月的时候，他只是变质了，过后他没有来两个，哎呀，现在危险，分分钟没有两个。哎呀，他妈跟你拉嘛，百多块，他妈的很多没？嗯，百多块。啊，早上我去拿菜饼的时候，他的妹妹也那个是家里老幼，他妹妹还有钱过他。看他妹妹的样子会那种他们那种啊是会出来跑会出来跑会出来赚钱会出来跑会赚那种。像你看到那个应该是还有两个妹妹还没有结婚的。我看到那个是比较高的加两个月的新款的月好。是新款的。他老公跟他一起来的吗？他只是他有时八点八个字九个字十个字九点嘛是这样。我那时候还今天来，今天八点五十分，我去他的家的时候是八点多了。哎呀，好，还有个条了，因为他是做工的时候啊，他被人抓了。他老公都不用载他啊，他自己去做工。你要载的话，回去的时候你去做工，你下午坐八点钟你家回来啊，然后下午坐八点钟你去啊。他老了，他自己都去接车了吧？啊，当时这边很公里哦。